我手上拿的这台呢，就是华为刚刚发布的 P60 Pro， 这个颜色没有很特别，是螺壳可白。你要细看的纹理哦，据说是用了极光贝母的设计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因为每一个手机都独一无二，而且是采用四曲面屏，所以整个握起来是很圆润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因为它看起来无边无尽，让你舒适感很好。P 系列一向来主打就是摄像哦，而且这个杯盖设计你会觉得很特别，而且网络上很大争议，因为觉得它有点像 collab 呗。但其实呢，这个是这个聚光设计，让人家一眼然后就看到这个主摄。P 系列一向来主打摄像镜头 ，P 六十是号称是超聚光影像，有着5000万像素的超光主摄 ，F1.4 到 F4.0 的色档可变光圈。这次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有着智能光圈呢，把难以实现的东西放在了 P60 上面，有着业界最大的 F2.1 潜望式长焦，可以实现超级月亮到超级月色。怎样讲呢？就是你平时拍照可能前面不够清楚，后面清楚而已，但现在两个都可以同时清楚了。那你对于 P60 Pro 还有什么好奇或者期待的呢？留言让我知道，我们下个视频告诉你。